威武硬朗，怦然心动。这个是我能看的吗？适度展示。这是我能拍的吗？你还不能搞大了。这是多少代人的努力，这是多少代老兵、老飞行员的期盼。接二连三，飞行员穿了一个洞，地沟通厂，现在在地沟通厂，集中了很多期待。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隐身战斗机歼20，开始列装空军作战部队。哇，开单舱！部下连飞机两架，正面位置不好。上了，可以上了，上了，对准跑道，狠狠的拍了，这么牛！出生时，你是西南一旅的电光石火，喜悦在这头，质疑在那头，而现在，你是战鹰家族的不老传说。东西南北东，奋飞尖儿。